所周知啊，这个疫情呢对这个交通行业啊打击比较大，特别是对这个民航业打击呢更是大。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也保持了这个旅客的这个稳步的回升，其实真的也是来之不易的。估计啊，今年的按照这个事态啊，我们今年大概能够完成2700万旅客吞吐量的这个任务。去年呢我们是1600万，整整呢可能要多完成1000多万，也就是增幅大概在40%。通过我们的环境可以看到，大兴机场是一个特色文化鲜明，这种关注于这个旅客的满意度，然后呢这个品牌影响深远的一个文化机场。在大兴机场首创国内第一个机场生日节之际，成为2000万名旅客，感觉非常的幸运，也非常的激动。